各位代表，现在继续开会。根据总监票人的报告，计票结果已统计完毕。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计票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票计票结果发出2952张，数为2952张，有效2952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习近平赞成2952张。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选举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计票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票计票结果发出2952张，收回2952张，有效2952张。委员长候选人赵乐际赞成2952票。现在宣布赵乐际同志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计票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选举票计票结果发出，2952张，收回2952张，有效2952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候选人韩正，赞成2952票。宣读完毕。现在宣布，韩正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选举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的计票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选举票计票结果。副委员长选举票发出2952张，收回2952张，有效2952张。副委员长候选人得票情况：李鸿忠，赞成2950票，反对一票。弃权一票。王东明，赞成2952票。肖杰，赞成2952票。郑建邦，赞成2952票。丁仲礼，赞成2952票。郝明金，赞成2952票。蔡达峰，赞成2952票。何为，赞成2952票。武维华，赞成2952票。铁凝，赞成2952票。彭清华，赞成2952票。张庆伟，赞成2952票。洛桑江村，赞成2952票。雪克莱提扎克尔，赞成2952票。秘书长选举票发出2952张，收回2952张，有效2952张。秘书长候选人刘琦，赞成
2952票。宣读完毕。现在宣布，李鸿忠、王东明、肖杰、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伟、武维华、铁林、彭清华、张庆伟、洛山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同志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现在宣布刘奇同志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各位代表，今天上午全体会议的各项议程已经进行完毕，会后大会主席团将发布公告，公布今天的各项选举结果。根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下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现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宪法宣誓仪式。请全体起立。请礼兵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场。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请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请坐下。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宣誓。努
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韩正宣誓。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杰、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秘书长刘琦宣誓，由李鸿忠领事。请宣誓人就位。请宣誓。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尊严，维护宪法尊严，履行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李鸿忠。
宪法宣誓仪式进行完毕，请礼兵退场。向右转，向左转。各位代表，现在休会。对。